郑中基呢日为二月举行嘅演唱会举行记者会，汪奴嘅太太余思敏同仔仔都有到场支持。唔知喺演唱会上面，汪奴又会唔会安排仔仔上台表演呢？如果佢未瞓着嘅话，就可以上台或者献花俾家姐咯。但系佢就唱唔到噶啦，佢。我仲未控制得佢好好。汪奴仲话女女为咗演唱会比佢自己仲要紧张啊！个女佢日日问住我噶，而家问我背好歌词未，使唔使我整份歌词俾你咁样？我唔使噶啦，爸爸会搞噶啦，你唔使担心啦。咁但系佢都仍然系见一次问一次咯。而呢次仲推出咗新嘅措施，防止黄牛党有机可乘啊！我哋而家尽量做就系我哋将会睇第一日，公开发售第一日就唔喺售票处度卖飞，净喺网上面卖。咁因为我觉得都系头一日，即系啲排队党啊咁样，即系瞓几晚啊，大家都系希望可以买到头几行飞嘅。咁所以我哋第一日就应该就喺网上边就应该卖晒噶啦，头嗰几行。咁所以之后就大家唔使即系冇咁危险咯，又瞓街又即系排队。咁希望即系安全系最紧要咯，啲歌迷。